坦率讲，这不是一个外交问题。但既然大家那么关心，我们还确实费了不少力气向有关部门去了解情况。根据我目前从有关部门了解的情况，你提到的这个人，因为违反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》，被深圳警方处以行政拘留15天的处罚。